上城区一个人没有，我都想他妈告辞了。我隔壁一个。六八六面前众生平等。救命！我后面有人拿物资追我。我他妈隔壁楼有个人拿了把物资，他从病房里，我只有一把大砍刀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找到物资了。你怎么又死了？冬瓜呀！